块多，五块六。金龟是六块。我都买不到。我淘宝买的东西，太 very nice 了。I got three shirts for formal occasion and this is a long pants.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一双鞋，其实这个是 Impulse Buy 来的，我没有想过要买这双鞋。然后我现在想回去，我觉得，我好像没有不怎么会穿这双鞋。你们看 ，packaging is so nice again。我都不知道我会穿这些鞋出门，可是坦白讲是蛮好看的啦，而且蛮舒服的。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要买这种鞋。Hello， 我换回了我正常的衣服。然后现在要来读一下书。我现在是在做一个笔记，就是我喜欢自己做笔记嘛，做笔记，然后我做好笔记，我才可以去听这个 lecture 的 recording。对。Avocado milkshake， 哎什么 avocado and egg toast， 然后这个是我们拆熟了的 avocado。这两粒哦，不是普通的鸡蛋哦。这两粒是干蹦的鸡蛋，就是不是在普通的 supermarket 买到的。
漂亮的颜色。你拍照没？感受到蛋黄在往下滴。嗯，好吃，我看到好吃。哇！哇，你看那个 bubbles。你有拍过吗？他们两个用一样的壳，明胜，你把你要拆出来。哇，切菜板！你这个是你拍的，是你拍的。
嗯。